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回到611灵粮堂。现在是我们主日讲道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用个谦卑的心，敞开的灵，我们一起来进入神的话。神的话将会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祝福。你说我听啊，我告诉叔叔，我浸会大学我都报到社工系，不过入唔到。进大会报了社工系，不过连进都进不去。不收我，他不收我。有得 interview 嘅，有 interview 啊。面完之后就拜拜了，面试后就拜拜了。感谢神啦，感谢神。今日神用我啦，但是今天神也用我，今日神亦都用你。今天神也用你，我仲可以翻社工大学度讲下嘢添，还可以回到大学的社工系去讲东西。我又同大家讲啦，我也跟大家说，你想服侍神唔一定要读社工系嘅。你想服侍神不一定要读社工系的。我都冇读社工系啊，我也没有读社工系。总之受过教育就得噶啦。总之有受教育就行了。神会使用嘅。神会使用的。阿门，阿门。咁好开心啊！书浩嘅改变啦。很开心，书浩的改变。佢嘅见证话俾我哋听系有神嘅。他的见证告诉我们有神的。佢最后佢都可以同教会一齐合作咧，去租一个地方去开铺头。最后他都可以跟教会来合作，来租一个地方来开店。咁事情系点咧？事情怎么来的呢？就系我哋现在要讲第五、第六日嘅创造啦。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第五、第六日的创造。咁刚好书浩就要搬迁佢嘅铺头。刚好书浩他就需要搬迁他的店铺。佢旧铺叫做哈哈哈。他的旧店铺叫做哈哈虾。前面两个就系大笑嘅哈，后边嗰个就系一只虾嘅虾。前面就是大笑的哈哈，后面就是瞎子的瞎。我哋去睇过佢嘅铺头嘅。我们去看过他的店铺。觉得呢个后生仔好好啊。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棒。就师母话咧，书豪你开水族去处理啲虾咧，去仲好过去上台讲道啦咁。师母就告诉他说：你开店铺处理这些虾，比上台讲道更好。嗰度係你嘅平台嚟㗎，那是你的平台。你嗰度亦都祝福咗喺市面祝福咗一啲嘅人。你在那里也在市面上祝福很多的人。我哋睇到有啲人嚟你水族馆嘅时候，佢嘅生命嘅改变啦。我们看到有些人来到你的水族馆，他的生命就改变。同埋天父都睇，中意睇见你开心啊嘛。还有天父喜欢你开心。系啊，真嘅。真的。感谢神。感谢神。咁讲翻铺头啦，佢需要就。即系需要搬迁。讲那个店，书浩需要搬迁。佢揾到喺荃湾花园揾到个好大嘅地方。他在荃湾花园就找到一个大地方，是很便宜的。但系佢自己就唔需要咁大嘅地方。但他自己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。咁我哋见到啦，而我哋亦都有需要啊。我们见到了，我们也觉得是教会是有需要的。因为教会好想有一个地方系爱嚟托管啲狗狗啊。因为觉得需要有地方来托管狗狗。咁我哋就同书浩商量，我哋不如一齐合租啦咁。我们就跟书浩商量，说不如我们一起合租吧。咁我哋就合租啦，签咗约啦。我们就签约合租。但系呢个时候又系我哋要讲第五、第六日创造嘅时候啊。但这时候也是我们要讲第五、第六日创造的时候。我哋觉得咁啱嘅。我们就觉得怎么这么刚好？我哋讲到神要创造鱼啊、水族啊，咁啊书浩嘅铺头就要搬到我哋附近，并且我哋一齐去合租。我们要创造鱼啊，这个水族啊，然后就竟然书浩的这个店铺就搬到旁边，然后就跟我们合租。我哋租嘅地方系要用嚟托管狗狗嘅。我们租的地方是要用来托管狗狗。咁水族系属于第五日嘅创造。水族是一个属于第五日的创造。狗狗系属于第六日嘅创造。狗狗是属于第六日的创造。咁我觉得我哋讲到呢个嘅时候咧，讲到第五、第六日嘅时候，啱啱水族馆同。同埋我哋托管狗狗嘅地方就要一齐有啦。我们讲到第五、第六日，当刚好这个水族馆跟狗狗的托管中心就有了。好巧合喎！这是很恰巧。我将掌声归俾神。我把掌声归给神。其实呢个巧合系神俾我哋嘅巧合嚟。其实恰巧是神给我们的恰巧。正如我哋讲第三日嘅时候。正如我们讲到第三日。陆地同水要分开啦。陆地跟水要分开。陆地要露出嚟啦。陆地要露出来。第三日嘅创造。第三日的创造。礼拜六要讲，礼拜五师母就睇到呢一个嘅圆球体喎。礼拜六要讲，礼拜五师母就看到这个圆球体。岂不是有神同我哋讲嘢吗？岂不是神在跟我们说话吗？所以师母就即刻买咗呢个球体。所以师母就把这个球体买了。你有冇觉得好特别咧？自己会转嘅。觉得很特别，他自己会转的。所以就吸引咗我哋。就吸引我们。原来神又透过呢个嘅转动嘅地球，话俾我哋听，就系你哋讲。
神的创造是对的。神透过这个转动的地球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讲神的创造是对的。神带领你的。神带领你的。我们讲到讲了几十年，我们讲到讲了几十年，从来不知道这个东西，直到讲第三天的时候，就见到这个。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东西，没想到讲到第三天，就这个就出现了。现在讲第五、第六日，就有这样的铺头出现了。现在想第五、第六日，然后竟然就有这样的一个商铺出现。真的神带领我们跟我们说话。真的神带领我们跟我们说话。也都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创造。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创造。原来神很想你明白他的创造。原来神很想你明白他的创造。等于一个画家很想你看到他的画去认识他一样。等于一个画家他很想你看见他的画作然后认识他。那书浩跟我们的铺头一起了，那我们两间铺头叫什么名字呢？书浩跟我们的店铺一起，那我们两间的店铺叫什么名字呢？书浩旧铺原本叫哈哈哈。书浩原本的店名就叫做哈哈虾。那我们跟他改了个名字。我们就帮他另外改了个名字。不如你的铺头就叫做第五日哈哈哈。就跟他说，不如你的铺头就叫做第五日哈哈虾吧。而我们自己的铺头呢，托管的铺头呢，而我们自己的托管狗狗的铺头，我们就改了个名字叫做第六日啦啦啦，我们就改叫第六日啦啦啦，两个铺头加埋就叫做哈啦哈啦，两个铺头加起来就是哈啦哈啦。哇！我哋感谢神啊！我们感谢神。喺荃湾花园咧，第日起好咧，大家可以去睇下啦。在荃湾花园，大家弄好了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我相信好多小朋友会翻嚟。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会来。又可以去睇水族啊，又可以睇狗狗啊。可以看水族，可以看狗狗。又可以去望下呢个大地啊。可以看见这个大地。睇神嘅创造啊！看见神的创造。呢两个铺头话俾我哋听，神系创造主啊！这两个铺头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创造主。阿门。而讲到第五、第六日系好重要嘅。讲第五、第六日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第五、第六日是创造生命的时刻来的。因为第五、第六日是创造生命的时刻，跟前面四日都不一样的，跟前面四天都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第五日，第五日创造赐福水里生物空中飞鸟。第五日创造赐福水里生物空中飞鸟。经文一章二十至到二十三节，一章的二十节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啦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神说：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、天空之中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；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。神看着是好的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：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。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五日。神是创造一切生命的主。神是创造一切生命的主。我们看回这么多日的创造。我们回看这么多天的创造。一章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了。一章一节就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神创造美好的天地。神创造美好的天地。但是天地堕落了。但是天地堕落了。因为天使的堕落。因为天使堕落。那堕落了的天地是怎样呢？堕落的天地如何呢？渊面黑暗，空虚混沌。渊面黑暗，空虚混沌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完全是一好深好深的水，完全是很深很深的水，好深好深好黑暗，只系睇到水，很深很深很黑暗，只有水。那个大地咧又喺水下边，大地又在水之下，完全系唔成形啊，完全不成形，黑暗嘅冇生命啊，是黑暗的没有生命的，死亡啊，死亡的，乜嘢都冇嘅，什么都没有，黑漆漆一片，黑漆漆一片，呢个就系堕落嘅天地，这个是堕落的天地。神就开始救赎的创造了。神就开始救赎的创造。第一日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第一日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第一日了。第一日。我们呢，原来神的创造呢，可以分三轮的创造的。原来神的创造可以分三轮的创造。或者三个层次的创造。或者说是三个层次的创造。每个层次是更高的。每个层次都更高。第一个层次呢，第一个层次。就是一日。第二日、第三日，就是一二三日。第一日咧，去创造咗光啊！第一日，他创造了光。光进入黑暗。
光进入黑暗，光暗就分开了，光暗就分开，黑暗就退去啊，黑暗就退去，就有光的天，即系空间喺嗰度，神就有一个光的空间在那里，所以第一日系光的空间创造咗，第一日是光的空间被创造出来，第二日，第二日，神咧就话水要上下分开，神就说水要上下分开，神就称分开中间嘅呢个为。这个空气就为天，神就称这个分开中间这堆空气为天，同埋呢是水呢上面就有水了，空气上面有水，下面都有水，空气的上下都有水，主要创造了天出来，主要就把天创造出来，这个第二日了，这是第二日，第三日呢，第三日神就创造了海和陆地，神就创造了海跟陆地，下面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下面的水聚在一处，陆地要露出来，陆地露出来，所以第三日就创造了地的空间和海的空间，所以第三日就把地的空间跟海的空间创造出来，并且海和地划定界线，并且海跟地中间划定界线，各有自己的领域，各有自己的领域，而上面就是天空了，上面就是天空，所以第二日创造天空，第三日创造海和地的空间，所以第二日创造天，第三日创造海跟陆地的空间，这个第一轮的创造就是创造空间，这是第一轮的创造，是创造空间和时间，还有时间，时空就划定了，时空划定第一到三日，一到三日，然后第四日什么天上要有光体，第四日就说天上要有光体，有一个大光，有个细光。有个大光，有个小光。管理昼夜。管理昼夜。时间就定咗出嚟啦。时间就定出来了。同埋咧，对应第一日啦。对应第一日。第一日光嘅空间。第一日是光的空间。喺呢个空间边咧，就有星体出现啦。在这个空间当中，就有星体出现了。就是用神用星球啊星体咧，充满咗整个宇宙。神就用各样的星体充满整个宇宙。对应住第二、第三日咧，来对应第二、第三日呢？就系第五、第六日嘅创造，就是第五、第六日的创造，创造生命啊，就是创造生命。第五日啦，神就创造水同埋系空中要有呢个空间咧，要有生命。神就把就在第五日当中就创造这个水跟天要有生命。呢个第二轮嘅创造，这是第二系啦。第二轮的创造，就是创造生命，开始创造生命了，开始创造生命。去到第四日，生命就开始有了。第四日，生命就要开始有了。而点有呢？是神创造出来的。而怎么样呢？是神创造出来的。第二十节，神说，第二十节，水要滋生，多多滋生。第二十节，神说水要多多滋生，有生命的生物啦，有生命的生物。啊，呢度系讲到特别系有生命嘅生物。这里特别提到有生命的生物。原本个水咧，原本的水就系渊面黑暗啊，冇生命。渊面黑暗，没有生命。神托咗个空间出嚟啦，神把一个空间给第三日啦，弄出来了。下边系海啦，下面是海。咁啊，又有陆地啦。然后有陆地，这个海的空间呢，这个海的空间，水的空间，陆地都有淡水的，都有水的，陆地也有水，有淡水的。神就说水呢要滋生，神就说水要滋生，有生命的物，有生命的物。这里是讲到神是创造生命的主，这里讲到神是创造生命的主，滋生有生命的物，滋生有生命的物。其实原文是三个希伯来字，那原文是三个希伯来字，第一个字是生物，第一个字是生物，即是会蠕动会动的，会动的，会动的，会动的。第二个字就是有呼吸的，第二个字就是有呼吸的。第三个字就是生存的，第三个字就是生存的，就是活的，就是活的，会呼吸的，活的，会动的生物，会呼吸，会呼吸，会动的，有生命的生物。水里面要有这些，有这三个特征的生物，会动的，会有会呼吸的，水里面就是要有这三个特征的生物，就是会呼吸的，会动的，有生命的，这活的，这些就是生命了，这就是生命。前面去到第四日的时候都没创造这些生命，前面到第四日之前都没有这些生命。神托了这个空间出来，水和地的空间出来，神撑出在这个空间和空中的空间，空中的空间。所以神现在去到第
五日咧，佢就水入边咧要有呢一啲嘅生物啦。到第五日，水里面就要有这些生物。呢啲生命系神所创造。这些生命是神所创造的。唔系水自己生出嚟。不是水自己生出来的。喺创造之前咧，在创造前，水喺嗰度嘅。水本来就在。神未开始救赎创造嘅时候，神还没有救赎创造的时候，水系冇生命，渊面黑暗。水没有生命，是渊面黑暗。完全都冇，又冇空气嘅。完全没有，没有空气。但系神造咗呢啲空间出嚟。但神造了这些空间出来，将生命放入去。把生命放进去。生命唔系水制造出嚟。生命不是水制造出来的。唔系空气制造出嚟。不是空气制造出来的。空气做唔到雀仔嘅。空气不能够变小鸟的，水做唔到鱼嘅，水也造不出鱼的。系神喺水喺空入边做雀仔做鱼，是神在水里造鱼，在空气当中造鸟。系神说啦，是神说，水要多多滋生，水要多多滋生，有生命嘅活物，有生命的活物。而空中咧，地上咧，亦都要有飞鸟喺度飞啊！空中地上要有飞鸟在那里飞翔，神就做咗飞鸟同埋呢啲嘅水族啊！神就造了飞鸟跟水族。哇！呢、这个生命系从神而嚟嘅，这生命是从神而来，并且，神看是好的，并且神看着是好的。神睇哇，呢啲生命系好嘅。神看着这些生命是好的，雀仔系好嘅，雀鸟是好的，即系佢有功用嘅，它是有功用的，佢系有价值嘅，有价值的，系神嘅设计嚟嘅，是神的设计。鱼都系嘅，鱼也是。啊，这个咧都系神所做嘅。这些都是神所造的。仲有咧，还有所有呢啲嘅生命咧，所有这些生命都系神所造嘅，都是神所造的。神赐生命俾佢哋，造咗佢哋，赐生命给他们。神说要有咁样样，神说要这样。然之后去到第二十一节咧，到二十一节，神就创造咗呢一切嘅生物啦。神就创造了这一切的生物，啊，同埋飞鸟啊，还有飞鸟。神就睇佢哋系好嘅，神看他们是好的。喺第二十节同廿一节有咩唔同咧？二十、二十一节有什么不同？二十一节咧就系多咗个创造呢个字。二十一节就是多了个创造这个字，取代咗说嗰个字，取代了那个说那个字。然之后咧，仲有就系全部，还有全部，全部，全部。这个字就出现两次啦。这个字就出现了两次。全部水中嘅生物，全部空中嘅飞鸟。全部空中的飞鸟都是神所做的，都是神所造的。原来所有的生命都是神造的，原来所有的生命都是神所造的，不是自己有的，不是自由的，是神创造的生命，是神创造的生命。究竟神创造了多少生命呢？到底神创造了多少生命呢？究竟神创造了什么生命出来呢？神创造了什么生命出来呢？给大家看看，我拍的照片，我们来看我拍的照片。我们讲大嘴鸟那本书出的时候就拍到大嘴鸟，大嘴鸟那本书要出我就拍到大嘴鸟。这个是唐娥，师母说唐娥来的 OK 了，唐娥就唐娥了，唐娥啊，这个一定是大嘴鸟了，这个一定是大嘴鸟了，不过拍得没那么近，不过没有拍近拍，啊，又拍到飞的迁徙的天鹅了，也拍到要迁徙的天鹅，起飞迁徙的雁群，那雁群，啊，这些是鹰来的，这是鹰，还有这条鱼，刚刚在国内去这个重庆去参观的地方拍到的倒影和鱼，刚刚去重庆去参观一个地方拍的倒影。鱼有自己的领域的，鱼有自己的领域，飞鸟有自己的领域的，飞鸟也有它的领域，它们是很自由的，它们很自由，神看这一切都好的，神看这一切是好的。神究竟做了几多飞鸟，神到底多鱼呢？造了多少飞鸟和鱼呢？我们将个统计打出来，我们把统计打出来，估计海洋生物有一百万种，估计海洋生物有一百万种。先前面再一张个分类先，上一张分类系啦，可以分为水的生物，可以分为淡水、咸水。水中生物可以分成淡水跟咸水，按他们的生态可以这样去划分，生态就可以这样划分。原来虾是属于浮游生物来的，虾子是浮游生物，鱼属于自由生物，鱼就属于自由生物。还有海底的生物，还有海底的生物，这些生物都各从其类，这些生物都各从其类。
蝦是可以跟蝦分配的，交配的。蝦，蝦子可以跟蝦子交配。蝦不可以跟蟹交配的。蝦蟹不能交配。啊，是不同类的。这是不同类的。嗯，但他们大致可以这样分三类。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三类。那究竟有多少种呢？到底有多少种呢？海洋的生物，海洋生物，即是咸水的，咸水，估计一百万种，估计有一百万种，已知的有24万种，已知的有24万种，数量有几多就不知道，很多，不知道有多少，数量很多很多，无从估计，每年新发现就1000到1500种，每一年都发现1000到1500种新品种海洋生物，而淡水的生物呢，126万种了。淡水生物有126万种，已知的就较少了，12万6千啫。已知的就比较少，就12万6千。啊，那个每年新发现就不知道有几多。不知道每年有多少新发现。鸟类亦都无从估计有几多。鸟类也无从计算多少。但已知的就11188种。那已知的有11188种。而每年都有新的发现。而每一年都有新发现。鱼类呢？鱼类，鸟类咧就有超过500亿只喎。鸟类有超过500亿只，估计有500亿，有超过500亿。500亿嘅鸟咧喺空中度飞可以。500亿的鸟在空中飞翔。喺地球嘅表面上边度飞。在地球的表面上飞翔。空气当中飞。空气当中飞翔。我哋拍到鸟嘅迁徙啊，飞啊。我们拍到鸟类的迁徙。嗰啲白鹭鸶嘅。飞啊，喺田间度飞啊！白鹭鸶在田间飞翔。喺海边睇到海鸥啊！在海边看见海鸥。啊，睇到啊，喺好多地方你会睇到白鸽啊！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白鸽。喺平时你会睇到麻雀啊！平常我们就看见麻雀。我哋所睇到嘅其实好少嘅啫。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少。总共系有成10000种，超过10000种嘅。总共都超过10000种。啊！鱼我哋认识得更少啦。鱼我们就认识得更少了。我哋叫啲名都叫唔出好多鱼啊。我们都叫不出那些名字。俾个字你，我哋都唔识读啊。纵使字给我们了，我们都不懂得读。中文我只系。是中文字都读不出来。英文可以乱读啊，中文都可以乱读嘅，我哋都系乱读嘅啫。我们也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乱读一通。其实唔好话读佢个字名，根本见都冇见过，唔识嘅我哋。不要说读他的名字，我们见也没见过，我们根本不认识。哇！真系神就做咗无数咁多，神就造了无数多的鱼，超过我哋所认识，超过我哋嘅思想，超过眼中所见，超过我们的认识，超过我们的想象，超过我们眼中所见。甚至有啲已经做咗嘅，但系人类都未发现嘅。甚至已经造了，但是人类都没发现。有好多好多啊！很多很多。仲有估计咧，有仲有系3/4我哋未知嘅。还有1/4我们都是未知的海洋生物，淡水的，淡水的，就是90%我们未知的，90%我们都还不知道，已知的我们也都知道很少，纵使是已知的我们知道也很少，是啲研究的人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，研究专家知道，我们其实也不知道，鸟类有很多很多，鸟类也很多很多。弟兄姊妹，呢一切都系神创造嘅。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。神创造咗空间出嚟。神把一个空间创造出来。呢个空间神话要有生命啊！这空间神说要有生命。一切嘅生命就系神创造。一切的生命都是神创造。跟住神创造。神说，然后神造。神就做咗充满呢啲空间，呢空间就充满生命。神的创造就充满在空间，这空间充满了生命。而且每一个生命都系神设计嘅。而且每个生命都是神设计的。我哋感谢神。我们感谢神。咁神创造咗呢啲生命咧？神创造的这些生命，神就赐福俾呢啲生命。神就赐福给这些生命。我哋睇到22节啦。我们看到22节。神就做出咗大鱼啊等等之路咧。神造22节，我们读22节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前面讲咗神系一切生命嘅主啊！前面讲到神是一切生命的主，生命系神所赐嘅，生命是神所赐的，系神所创造嘅，是神所创造的。每一个品种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每个品种都是神所造的，全部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全部都是神所造的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看见所有的东西，
有活的，会动的，有呼吸的，都是神所创造的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看见有活的，会动的，有生命的，都是神所创造的。神创造了他们，神要赐福给他们。神创造了他们，就赐福给他们。神就赐福这一切。神就赐福这一切。就说要滋生繁多，就说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飞在地上。多生在地上，说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神是赐福一切的主来的，神是赐福一切的主。神怎么赐福呢？神怎么赐福？这里究竟表达什么呢？他在表达什么？神造了，神造了，神就祝福，神就祝福。这个的创造同埋祝福，这个创造跟祝福，神创造出嚟嘅生命，神就祝福佢。神创造出来生命，他就祝福。首先我哋讲咧，就系喺第一章一节咧，神创造天地。第一章说神创造天地，跟住天地堕落咗，神就救赎嘅创造啦。然后天地堕落了，神就救赎。然之后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、第四日，神造光啊，做好多嘅嘢嘅时候咧。第二、三、四日，神造光，造很多东西之后。嗰度圣经入边所用嘅造字咧，圣经当中在那里一到三、一到四日所用的作字，原文咧系 make， 即系制造嘅。原文是 make， 就是制造，那个、是制造的造。造空气。比如说造空气，那个是 make， 那个是制造空气。但是来到第五日的时候，但是来到第五日，神就造了这一切的生命出来。神造了这一切的生命。这个造字是 create， 这个造是 create， 是创造。创造，即是创造除了第一章一节之后，是第一次的出现。创造除了一章一节之后，就是这里第一次出现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就是第一次出现这个祝福的字呢，亦都喺第五日嘅。第一次出现祝福这个字，也是第五日。创造咗神就祝福佢哋。创造了神就祝福他们。再让大家知道咧。再让大家知道。神嘅创造就系神嘅祝福嚟嘅。神的创造就是神的祝福。神创造呢一切嘅生命。神创造这一切的生命。神就祝福呢一切嘅生命。神就祝福这一切的生命。当神造光啊，神造星体嘅时候咧。当神造光造星体嘅时候。空气，神冇祝福佢哋噶，神没有祝福他们。独独嚟到第四日创造咗生命啦，独独来到了第四日就创造生命，神就祝福，并且用创造呢个字，并且用创造这个字，同埋祝福呢个字，还有祝福这个字。第二十一节，第二十二节，第二十一节、二十二节，就系二十一系创造，二十一节是创造，第二十二节系祝福，二十二节是祝福，两个。这两节的开头，这两节的开头，第一个字创造，第一个字创造，原文的读法就是，原文的读法 ，bara， 是 bara， 然之后22节，二十二节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 ，bara， 是 bara， 是不是好像一样？是不是很像？如果要夹硬将它分咧，就是第一个字系。Bara 创造。如果你要硬分，第一个字就是 Bara 是创造。第二个字祝福廿二节就 Barak。第二个字创祝福是 Barak。即系多啲喉咙音。多一点喉咙音。第一个字系冇喉音。第一个字就没有喉音。第二个字有喉音。第二个字就有喉音。Bara Barak。是 Bara Barak。你如果咳嗽 Bara Barak 咁样。如果你咳嗽啦，就是一个 Bara， 一个是 Barak。其实我哋外邦人分唔开噶。其实我们外邦人是分不开的。表达紧咩咧？在表达什么？创造就系祝福。创造就是祝福。生命嘅创造系神俾人，即系俾大地嘅祝福嚟嘅。生命的创造就是神给大地的祝福。俾生命嘅祝福嚟。给生命的祝福。当神创造生命嘅时候，佢要祝福生命啊！当神创造生命的时候，他要祝福生命。所以神 bara 生命。所以神 bara 生命。神 barak 生命。所以神 bara 生命。生命是蒙福的，生命是蒙福的。怎样蒙福法呢？怎么样蒙福呢？神就祝福他们，神祝福他们，就这样说，就这样说，滋生繁多充满，滋生繁多充满。这里有三个希伯，这里有三个希伯来文，滋生繁多充满。我又读个音给你听，我又把音给读给你。滋生就是 para， 滋生就是 para， 繁多
就是 Rabba。梵多就是 Rabba。充满呢就是 Mala。充满是 Mala。总之就啦啦啦啦。总之就是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。我哋话原来。我的啦啦啦啦很有先知性，原来我的啦啦啦啦也很有先知性。当神啦啦圣灵啦啦啦啦啦啦的时候，当圣灵啦啦啦啦啦啦的时候，巴拉巴拉卡，就巴拉巴拉卡，拉巴拉巴，帕拉帕拉，马拉马拉，总之就啦啦啦啦啦啦，总之就是啦啦啦啦啦啦。原来神的创造就是祝福，原来神创造就祝福，他的祝福就叫他繁多，他的祝福就叫他自身繁多充满，因为充满他所创造出来的空间，要他充满所有他创造出来的空间，用生命来充满这个空间，用生命来充满这个空间，这是救赎的创造，这是救赎的创造，所有的生命神创造出来充满海充满空中，所有的生命神创造出来要充满海充满天空，神是祝福，神是祝福，并且这个祝福不单只是让这些的生物去充满，并且这个祝福不是只是让生物充满，其实是说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，其实是在说他们可以生存下去的，他们能够继续下去的，他们可以继续下去的，他们不怕的，他们不害怕的，还有他们是很自由的，他们很自由，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在这个空间当中，现在我们知道有所知的有五百亿的飞鸟，我们所知的有五百亿的飞鸟，哇，它在这个天空在地面上去飞翔，它在这个天空在地面上飞翔，很自由，很自由，飞鸟有它的空间，飞鸟有它的空间，人有时可以捉到它的，人有时候可以抓到它，其他的动物有时可以捉到它的，其他的动物有时候可以抓到它们，当它停下来的时候，当它们停下来的时候，但是它在空中飞你没办法 reach 到它，但是当它在空中飞翔你没有办法抓到它，飞鸟有它的领域，飞鸟有它自己的领域，在它的领域里面它很自由的翱翔，在它 自己的领域里面它可以自由翱翔，它是活的，它有呼吸的，它有呼吸的，它可以传宗接代的，它可以传宗接代的，它有生命力的，它有生命力，它很自由活跃的，它是有自它是自由活跃的，就好像神啦啦啦啦啦啦咁踊跃喜悦的时候，哇，它在空中的飞翔就自由和喜悦，好像圣灵啦啦啦啦那个这个喜悦踊跃的时候，飞鸟是在空中这样子，飞鸟充满空中，飞鸟充满空中，就好像话俾人听，就好像在告诉人，神就喜欢人自由，神喜欢人自由，活跃啊，活跃，哇，还有鱼呢，还有鱼，滋生繁多，充满在水里面，充满在水面上，人呢，也都入不到他的领域的，人也不能进入他的领域，一定需要有工具啊，是不是？一定需要有工具的，你就这样很难捉的，你徒手很难抓鱼，他在他的领域里面也都很自由，这样去跳跃，他在他的领域里面是很自由的，去滑了，在那里滑行，在那里游，他有他的领域，他的领域里面是自由的，活跃的，美丽的，有尊荣的，他在他的领域里面是自由的，是美丽的，是有尊荣的，他有他的领域，有他的界限，他有他的领域，有他的界限，在他海的领域，神给他的领域里面，他是很开心，在他海里面的领域里面，神给他的领域，他是很开心的，哇，他地球 70% 的表面，地球有70%的表面是海洋，是海洋，鱼就在当中去遨游，鱼就在那个当中来遨游，很美丽的，很美丽的，当然我们很难拍到，除非要潜水去拍，除非潜水，不然我们很难拍到，我又不喜欢潜水，所以我就拍到那两只鱼仔，我也不喜欢潜水，所以我只能拍那两只小鱼，拍下空中的飞鸟，拍一下空中的飞鸟，哇，几咁自由，多么的自由活跃！孩子们，神都要我哋咁自由咁活跃。孩子们，神要我们这么的自由活跃。喺摩西五经系我相信摩西所传落嚟。摩西五经，我相信是摩西所传递下来的。创世纪咧，所传落嚟嘅时候咧，最初都系口传嘅。创世纪刚开始传递的时候都是口传，或者有一啲嘅资料，或者有一些资料。就以色列人靠着这些资料啊，这样就传下来，以色列人就靠着这些资料来传，但是什么时候成为创世纪这一卷书呢？那什么时候成书呢？我相信是在被掳巴比伦之后，我相信是在被掳巴比伦之后，
圣耶路撒冷被毁啦，耶路撒冷被毁了，城门被火焚烧，城门被火焚烧，城墙倒塌啦，城墙倒塌，圣殿被毁啦，圣殿被毁，好多嘅犹以色列人、犹太人都被掳到巴比伦，很多的以色列人、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，好多被杀害，很多被杀害，被捉去做奴役啊，被抓去奴役。以色列人被掳的，以色列人被掳的，冇杀死的，纵使没有死，在巴比伦入边，在巴比伦里面，好辛苦，好难过，是很辛苦、很难过的。佢哋嘅价值喺边度咧？他们的价值何在？佢哋问自己啊，他们自问自己，我哋系咪能够活落去咧？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吗？喺嗰个情景之下，在那个情境下，巴比伦人真系要以色列人绝后。巴比伦真的是要以色列人绝后。他们有些生了 BB 的巴比伦人拿起来就扔落地下，他们有些扔落石头上，生了孩子的巴比伦就把他拿起来丢在摔在石头上，杀他们的 BB， 杀他们的婴孩。以色列人坐在河边哭，以色列人坐在河边哭，巴比伦人说起来唱一首耶路撒冷的歌我们听，巴比伦就说你们起来吧，唱一首耶路撒冷的歌给我们听。你的神在哪里？你的神何在？今天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今天你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叫你唱你就唱，我叫你唱你就唱，我的神打败了你的神，我的神打败了你的神，唱吧，你唱吧。他们要拿起琴，他们要拿起琴，我宁愿我忘记我弹琴的技巧，他说我宁愿忘记我弹琴的技巧，宁愿忘记我故乡的歌词，宁愿我忘记我故乡的歌词，流着眼泪要唱，流泪歌唱，唱得不好，唱得不好，又要被虐待，又要被虐待。以色列人问，以色列人问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国家亡国了，以色列民族会不会灭亡？以色列民族会灭亡吗？我的神在哪里？我的神何在？我的神是谁呢？我的神是谁？我们有前途吗？我们还有前途吗？在这个极端极端的艰难当中，是在一个极端极端的艰难里，他们思想神，他们思想神，摩西五经，摩西五经，创世纪，创世纪，就慢慢写了出来，就慢慢写出来了，就成为创世纪。我们今天拿着这一卷书，就成为创世纪。今天我们所拿在手上的书卷，创世纪告诉以色列人听，创世纪在告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神是创造一切生命的主，是创造一切生命的主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神是赐福的神，是赐福的神。所以当他们讲到创造的时候，所以当他们讲到创造 Bara 一切生命， Bara 一切生命， Barak 一切生命，就 Barak 一切的生命。神是创造都是赐福，神创造神赐福，神要赐福给我们，神要赐福给我们。好像你看神赐福给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一样，你看神赐福给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一样，他们可以这样存活下去，他们可以这样存活下去，可以继续繁殖下去，可以继续繁殖下去的。我们使乜惊呢？我们怕什么？我们的神是创造生命，他必定是赐福我的生命。我们的神创造生命，他必定赐福我们的生命。Bara Barak Bara Barak Bara Bara，神要我们滋生啊，生啊！神要我们滋生生，我们可以生到的，我们可以生的，我们可以 para， 我们可以 para， 我们可以繁多啊，我们可以繁多 ，raba， 我们可以 raba， 我们可以繁多的，我们可以繁多，我们可以充满的，我们可以充满。有一天，神会带我们回耶路撒冷，有一天神会带领我们回耶路撒冷，我们要充满以色列的地方，我们要充满以色列那地，麻辣，我们会麻辣的。我们要充满那个地方，我们会充满全地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。而且神讲了事就是这样发生，神说了事就这样成了，神说，神说，神就创造了，神就创造，神就赐福了，神就赐福。你看飞鸟就这么多了，你看飞鸟那么多，鱼有这么多，鱼也那么多。我们呢？我们呢？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，我们在艰难中，神是我们的主，神是我们的主。他把握了我们，他把握了我们，他创造了我们，他创造了我们，他就把握了我们，
他就 Barak 赐福给我们，赐福俾我哋，赐福给我们，我哋就会 Para， 我们就 Para， 我就会生，我们就生。纵然我呢一代过咗，纵使我这一代过了，下一代会兴起，下一代兴起，神会让我哋绝后，神不会让我们绝后的，神会让我哋继续嘅落去，神会让我们继续下去。今日我哋喺艰难当中，系我哋嘅罪，系神要但系神嘅救赎创造喺度。神，我们今天在艰难中是我们的罪，但是神的救赎创造在那里。正如当初的宇宙一样，正如当初的宇宙一样，天地因为天使的罪缘故堕落了，因为天使的罪堕落了。神要救赎的创造，神救赎的创造，第一日创造，第一轮创造空间，第一轮创造空间，第二轮创造生命，第二轮创造生命。神要赐福给生命，神要赐福给生命。我们以色列民族，我们以色列民族是神所创造，是神所创造的。神就必定 Barak 赐福给我们，神就必定 Barak 赐福给我们。当光从天上出现，当光从天上出现，神的救赎临到，神的救赎临到。当神为我们拓展空间，当神为我们拓展空间，神就会带领我们回来，赐福给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带领我们回来。一些他所做的子民，一些他所造的子民，翻翻耶路撒冷，回到耶路撒冷，翻翻以色列地，回到以色列地。我哋喺嗰度滋生繁多充满，我们在那里滋生繁多充满。今日睇到飞鸟喺空中翱翔，今天我们看见飞鸟空中翱翔，睇到鱼喺海里游畅泳，看见鱼在海里畅泳。所有嘅生命，所有的生命都是神所创造，都是神所创造的。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子民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子民。神一定会祝福我们，神一定会祝福我们。纵然现在很不容易，纵使现在很不容易，我们继续相信，我们继续相信。神是创造生命的主，神是创造生命的主。神啊，你是创造生命的主。神啊，你是创造生命的主。神啊，你是赐福给我们生命的主。神啊，你是赐福给我们生命的主。你一定带领我们回去，你一定带领我们回去，为我们创造空间，为我们创造空间。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是你所创造的，是你所创造的。迦南地，迦南地，以色列地，以色列地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要为我们恢复，你要为我们恢复，并且让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养，并且让我们在那里生养，繁多，繁多，充满，充满。我们继续相信，我们继续相信。以色列啊，我们继续相信。以色列，我们继续相信。神是创造生命，神是赐福生命的主，神创造生命，赐福生命的主。神不会让我们灭绝的，神不会让我们灭绝的，神要我们自由的，神要让我们自由。你看看空中飞鸟，海里的鱼多自由，你看见空中的飞鸟，海里的鱼多么的自由活跃。有一天神带我们回去，我们都是这样。有一天神带领我们回去，我们会有自由的，我们也会有自由，我们会活跃的，我们会活跃。现在在黑暗当中，现在在黑暗里，我们要等候光的来到，我们要等候光的来到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，我们也是。你在艰难当中，你在艰难中，你经济 很差吗？经济很差。你家很不开心吗？家中不开心吗？神是创造生命的主，神是创造生命的主，神是赐福你生命的主，神是赐福你生命的主，神创造你救赎你，神创造你救赎你，赐福给你，赐福给你。你相信耶稣，你就是蒙福的，你相信耶稣，你就蒙福，你就进入神所讲的祝福里面，你就进入神所说的祝福。神已经说要祝福的了，神已经说要祝福了，神已经是 Barak 我们了，神已经 Barak 我们了。你一定会充满繁多，你一定会充满繁多。我们继续仰望他，我们继续仰望他。他是赐生命的主，他是赐生命的主，他是赐福给你的主，他是赐福给你的主。并且要你有自由，并且他要你有自由，有喜乐。神是喇喇喇喇那一位来的，神是踊跃的那一位。我们也都可以在神面前，纵然在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继续的踊跃，继续的相信。我们在艰难中，我们继续在神的面前继续踊跃，继续相信。好像我自己，好像我自己，好像书豪，好像书豪，我们都不容易的成长，我们都不容易的成长。我自己十八岁的时候才中学毕业，我十八岁才中学毕业。可惜阿妈就患了子宫癌，那时候妈妈就患了子宫癌。有五年的时间，有五年的时间，我要孭住妈妈，我要背着妈妈去睇医生，去看医生。屋企冇电梯嘅，家里是没有电梯的，住三楼要行楼梯，是要走楼梯的，住三楼。妈孭住妈妈，抱住只脚咧，佢都会大叫，抓着她的脚，
他都会大叫的，因为他水肿。夜晚又瞓唔到，听住妈妈嘅呻吟声。晚上又睡不着，听着妈妈的呻吟声。好艰难嘅五年。很艰难的五年。喺嗰五年入边，我要读书啦，要做嘢啦。在那五年当中，我要工作，要读书。要考大学啦。要考大学。大学都考唔入。大学考不上，继续读书，继续读书，继续做嘢啦，继续做事，仲要照顾阿妈，仲要探病，仲要带妈妈睇医生，照顾妈妈，还要带她看医生。感谢神，我冇抑郁症。感谢神，我没有忧郁症。到后来妈妈病唔得啦，要去世。到后来妈妈临终了，要去世。我同妈妈讲，我跟妈妈说，妈，我同你传福音传咗五年。妈妈，我跟你传福音传了五年，你都不信，你都不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去世呢，你去世，你不会上到天堂，你没办法上天堂。而将来我会在天堂，而我将来会在天堂。我没办法回报你二十三年养我，我没有办法回报你二十三年的养育之恩。在医院入边，在一个大病房入边，在医院里，在大病房里，我在呢度向你叩九个头。我在这里向你叩九个头。多谢你养我二十三年。谢谢你养育我二十三年。我在那里叩了九个头。我在那里叩了九个头。多谢阿妈。谢谢妈妈。阿妈当然大喊。妈妈当然大哭。她说我好不甘心就咁死。她说我不甘心就这样死。但如果我相信耶稣。但是如果我相信耶稣，我又没去教会，我又没去教会。阿妈拜了这么多年观音，我拜了那么多年的观音。如果耶稣说我没去教会不要我，那如果耶稣说我没去教会他不要我，观音又说我信了耶稣，观音又不要我，阿妈死了去哪里啊？观音也说 你信了耶稣我不要你了，那我死了去哪儿呢？我说阿妈你信就得了啦。我说妈你信就行了，耶稣一定要你的。阿妈说我不要再讲了，妈妈就叫我不要再说了。妈妈就昏迷了，妈妈就昏迷了。我们看着妈妈去世，我们看着妈妈去世，看着个尿袋越来越足，血越来越多，看见那个尿袋的血越来越多。但是妈妈突然醒过来，但是妈妈突然间醒过来，她说我发梦，他说我做了个梦，我见到耶稣，我看见耶稣，有十字架，我知道是耶稣，有十字架的，我知道是耶稣，耶稣来找我，耶稣来找我，现在我知道耶稣要我了，现在我知道耶稣他要 我，我要信耶稣。你快点叫牧师来同我洗礼，你赶快叫牧师来帮我洗礼。于是我即刻就叫了牧师来同他洗礼，于是我就叫了牧师来帮他洗礼。洗礼之后，洗礼之后隔一阵，隔了一阵妈妈又昏迷，妈妈又昏迷了，九个钟头，九个小时之后就去世，就去世了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神爱每一个生命，神爱每一个生命，神要救赎每一个生命，神要救赎每一个生命，神要祝福每一个生命，神要祝福每一个生命。我妈妈虽然去世，妈妈虽然去世，但我是我妈妈的儿子，但是 我是妈妈的儿子，妈妈的生命继续传下来，妈妈的生命继续 传下去。今天我在这里讲到，今天我在这里讲到，透过妈妈给我的生命，透过妈妈给我的生命，将这个道传出来到你们那里，把这个道传出去来到你们这里，也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，也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。神话跟给你听，神在告诉你，你是神所创造的生命，你是神创造的生命，神一定赐福你的生命，神一定赐福你的生命，并且神看是好的，并且神看着是好的，神要使用你的生命，神要使用你的生命。所以今天你可能在艰难里面，所以今天你可能在艰难里，你好想放弃自己，你很想放弃自己，但是神鼓励你，但是神鼓励你，孩子相信我啦，相信我，是我造你的，我要祝福你，是我造你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让你不会断绝，我要让你不断绝，我要让你前面有盼望，让你前面有盼望，我要让你的生命改变，让你生命改变，我要大大使用你，我要大大使用你，我要让你生养众多充满，我要让你生养众多充满，我要给你有你自己的空间，我要给你有属于你自己的空间，而且我给你的空间里面你很自由很踊跃的，很活跃的，而且在那空间里你是自由的，你是踊跃的，很开心，你是很开心的。神说我看到你这样我就开心，神说我看见你那样我就开心，这是神的美意，这是神的美意。 Amen, Amen。 我将掌声归给神，我把掌声归给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起立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。我要呼召我们当中未信耶稣的朋友，我要呼召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，你未信耶稣，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
祷告你能够进入这个祝福里面，祷告你能够进入这个祝福，神创造你，神要祝福你，神创造你，神要祝福你，你来到台前接受这个祝福，来到台前接受这个祝福吧。你可能在艰难里面，你可能在艰难里，在困局里面，困局里，无论是经济啊、感情啊、人际关系，无论是经济、感情或者是人际关系，工作啊，工作，你都不容易，你都在不容易当中。神啊，我要帮助你，但神说我要帮助你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祝福你，你的生命我所赐的，我要祝福你，你的生命是我所赐的，我要祝福你。我邀请你就行到台前，我邀请你走到台前来。我邀请你出嚟，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我邀请你出来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有冇咁嘅朋友？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我邀请你到台前，我邀请你到台前来。来到台前领受神给你的祝福啊！来到台前领受神给你，神话我赐福给你，神说我赐福给你，我创造你，我要祝福你。神要医治你，神要医治你，我邀请你行到台前，我邀请你走到台前来，在线上的，在线上的，我都邀请你行前一步，向前走，跟着我来祈祷，跟着我们来祷告。你的婚姻有艰难吗？你的婚姻有艰难吗？神爱你，神爱你，神要改变你啊，神要改变你，改变你的工作啊，改变你的工作，赐福你的生命，赐福你的生命，不要绝望啊，不要绝望。神有盼望，神有盼望，天地都是神所创造，天地都是神所造的。我邀请你，我邀请你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你的生命是神所创造，你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。神要祝福你，神要祝福你。你行到台前，你走到台前来，神给你的祝福，来领受神给你的祝福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来到台前的弟兄姊妹，来到台前的弟兄姊妹，我邀请你眯埋眼，跟着我来祈祷。我邀请你闭上眼睛，跟着我来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多谢你爱我，谢谢你爱我。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救主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同埋生命的主宰，还有生命的主宰。主啊，你创造我。主啊，你创造我。你要祝福我。你要祝福我。我多谢你。我谢谢你。我到你面前。我来到你的面前。领受你给我的生命。领受你给我的生命。同埋祝福。还有祝福。求你帮助我。求你帮助我。奉耶稣的名祈祷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圣灵在你入边。我奉耶稣基督名求圣灵在你的里面。成为你的力量。成为你的力量。带来改变。带来改变。并且神话你是蒙福的。神说你是蒙福的。孩子，你就是蒙福的人。孩子，你是蒙福的人。你生命往前行的时候。你生命向前走的时候。神的手在你身上。神的手在你身上。保护你，拖带你。保护你，拖带你。他会兴起你。他会兴起你。他会改变一切，他会改变一切。你的环境要改变，你的环境要改变。你的因为环境都是要顺服神，因为环境都要顺服神。不好忧虑，不要忧虑。眼睛仰望神，眼睛仰望神。好事就要发生，好事就要发生。奉耶稣的名祝福你，奉耶稣的名祝福你。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我邀请你哋行到旁边啦，我哋继续嚟帮助你。走到旁边继续帮助你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跟住我嚟祈祷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跟着我祷告。你嘅手放喺你嘅心上。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。天父爸爸。天父爸爸。多谢你创造我。谢谢你创造我。多谢你祝福我。谢谢你祝福我。我现在明白。现在我明白。你俾我祝福。你赐我祝福，你要我的生命继续的存留，你要我生命继续存留，继续存活，继续存活，并且自由，并且自由，喜乐，喜乐，欢畅，欢畅。你给我生命，你给我生命是有目的有意义，是有目的是有意义的。我要看重这个生命，我要看重这生命。求你继续帮助我，求你继续帮助我，行在你的祝福当中，走在你的祝福中。我愿意领受你给我一切的祝福，我愿意领受你给我的一切祝福。你除去我一生命入边好多好多嘅咒诅，你除去我生命当中一切的咒诅，最带来嘅咒诅，最带来的咒诅，
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投靠你，投靠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我将掌声归俾神。哈利路亚，我把掌声归给神。弟兄姊妹，我哋要向神做一个表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向神做一个表示。神要我哋自由喜乐欢唱。神要我们自由喜乐欢唱。称谢佢，感谢佢，系咪？称谢他，感谢他，是吗？所以当我哋在唱嘅时候，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让你只脚少少离地咯。你要让你的脚小一点点离地。让你嘅掌可以拍埋一齐咯。让你可以拍掌。好，我哋嚟敬拜佢，好似鱼咁欢唱，像鱼一样的欢唱，鸟咁飞翔，像鸟一样的飞翔。神创造啊！神创造，神赐福啊！弟兄姊妹，这篇信息已经成为你生命的祝福，那希望你和我们继续联络。那我们的网页上有线上小组的资料，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参加的。那线上也有我们的奉献资料，请留意我们的频道，下周见。